砍东西砍到我自己的手。从小国外冲浪的时候，咬一口就来不及了。朋友之间不和不顺，我就会怪我的手。我怎么可以这么的不长进？可是我好像就是这样，就想要去一个地方。你会怕自己后悔？好像在悬崖边要跳下去的。我没有去想说要帮人解决什么困惑，也许人家帮我解决了。我知道这不是梦，但我就是把它当成一场。